啥？僵尸女装美少女？不是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僵尸竟然来女装美少女了？这关给了咱们一个，这是。哦，薰衣草大炮，这绿油油的大炮看起来很牛批的样子。那咱们今天就用这个薰衣草大炮拿下这一关。既然这一关僵尸都女装美少女了，那咱们看一看这些僵尸到底有多美。剧透来喽！哇，抢飞棍难哟！这些小姐姐牛皮坏了，上一把是咱们大意了，这一把我先熟悉一下小姐姐们的阵容，先把罐子都砸了。这个拿着法杖的小姐姐应该是巨人僵尸吧，三个问号罐里拿着娃娃的小姐姐应该是爆炸僵尸，这个洛天依小姐姐应该就是武王了。听说只要能够在评论区打出这个字的人，未来都能够顺风顺水哦。那么突破口就是这后面一排的辣椒小姐姐，辣椒小姐姐就别怪我辣手摧花了。你好坏哟、哦！拿到了六个小豌豆，咱把小豌豆种起来，你看这开局不就成功了吗？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这又来两个土豆雷种上，我记得前面两排罐子里有冰车小姐姐和跳跳小姐姐，那就砸了。三个樱桃炸弹，那咱们现在直接把问号罐里的爆炸小姐姐砸出来吧。面对这么美的小姐姐，我还真的有点不忍心。今天这欧气可以啊，我发誓我绝对没有吸评论区小伙伴们的欧气。这今天是捅了爆炸植物的老窝了吗？这爆的植物不是土豆雷就是毁灭菇，魔法杖小姐姐也太难了，我太难了。那么好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我是小东，喜欢的话点个赞，非常感谢。